各位朋友们，今天又有好看要介绍了。有看到现在穿在我身上这一款非常非常显瘦的连体裤吗？感觉现在其实好像有点穿上上衣，然后再配个高腰的这个裤裙，对不对？其实它是这样一件式的连体裤，非常值得入购，因为呢，就是一整件这样子穿出门就可以了。这款的版型真的非常显瘦。现在呢，我身上是穿着这个卡其色，然后配着这个深灰色。整款呢，它的面料是采用非常高档，一路以来我们都是使用着这个 premium quality 的西装面料。然后现在胸围、腰围和臀围我穿的都还有很多的空间，要有圣诞或者是新年气氛的肯定一定要入手。我现在穿着这款黑色配搭着这个酒红色，就是在我们的上半身胸围与腰围这里的这个部分呢，看起来非常的显瘦。然后其实这一款它的肩膀这里都是以有 rubber OK 这样子的装饰，然后其实它的这个空间感也是非常的大。最重要就是它在袖子这里也有特做这个非常有效果的这一款宫廷袖的这一种effect，大家真的是要看清楚，因为它真的一穿上去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最重要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一款连体裤的版型就是它的裤子下半身这里，它的长度不会做得太短，然后两边侧呢都还有这个很深的这个口袋，你们肯定会很喜欢它就会做的这个这样子 overlay 的这个设计。然后呢，最重要这一款的连体裤它的裤档完全不会卡，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而这一款的连体裤我们是有做到 SML size 三个尺码的。如果大家还是情有独钟于就是下半身这里要穿上黑色的话，那么这一款连体裤你们就肯定要入手这个配着漂亮的夏天的这个紫色，感觉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一款呢，它的连体裤是前裙然后后裤，后面看起来是裤子的版型，但是前面是一个裤裙的这个设计的哦。然后在胸围这里再拉一下给大家，因为它是无论是胸围、腰围或者是臀围，其实它还有弹性的面料，有弹性，穿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改定版型也完全不会小的。然后这个颜色也非常明显，因为它的这个特别的袖子的设计。And then 呢，在胸前这里还有这两条的这个胸前的侧弓，完全可以修饰我们的这个胸围还有我们的腰身。这款的连体裤肯定是我们的爆款，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拼色的连体裤。三个颜色给大家选择喽。